主料，辣椒250克，香芹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、热开水、蒜苗、姜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原材料备齐，香芹和蒜苗洗净切段，热油锅煎煎姜片至微黄色，放入辣椒鱼块，用中火煎至两面鱼肉微微变结实，加入香芹和蒜苗，加入酱油、盐和热开水，盖盖子焖8分钟，用大火收之后就可以起锅了。成品完成。烹饪技巧，辣椒鱼拿来煎也非常美味可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